There's a place in your heart, and I know that it is love. And this place could be much brighter than tomorrow. And if you really try, you'll find there's no need to cry. In this place, you'll feel there's no hurt or sorrow. There are ways to get there if you care enough for the living. Make a little bed, make a better place. Heal the world,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you and for me and the entire human race. There are people dying. If you care enough for the living, make a better place for you. Know why there's love that cannot lie. Love is strong, it only cares for your forgiving. If we try, we shall see. In this bliss we cannot feel. Fear of dread, we stop existing and start living. Then it feels that always love is enough for us growing. Make a better world, make a better world. Heal the world,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you and for me and the entire human race. There are people dying. If you care enough for the living, make a better place for you. And the dream we were conceiving will reveal a joyful face. And the world we once believed in will shine again in grace. Then why do we keep struggling life? Will this earth crucify its soul? Though it's plain to see, this world heavenly needs God's glow. We could fly so high that our spirits never die. In our heart, I feel you are all my brother. Create a world with no fear. Together we cry happy tears. See the nations turn their swords into plowshares. We could really get there if you cared enough for the living. Make a little space to make a better place. Heal the world,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you and for me and the entire human race. There are people dying. If you care enough for the living, make a better place for you and for me.在以色列和所谓的巴勒斯坦一边，我们就是不喜欢哈马斯，不喜欢恐怖分子，这是来自国会和新中国联邦战友的，就是生命了解的，来自世界的情报。嗯，我们担心的这种信息，对整个以色列甚至巴勒斯坦人的生命太多无关的一些平民的生命，无关的重大情报，我们希望能发出一个准确及时的信息。能希望能够有用和避免一些平民的伤害，这是新中国联邦追求的梦想，这是新中国联邦希望能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美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能听到这信息，让时间来证明我们新中国联邦的情况的准确性吧。所以说由你菲菲代表新中国联邦来把这个节目做出去。生命高于一切，平民的生命安危高于一切。新中国联邦人不参与任何政治，就像不参与美国的两党政治一样，也不参与任何巴以的所有国家政治，只是不希望平民受到伤害。明白。这是2023年10月13号晚上9:25
国现在在 MDC 吃了 MDC 的饭，抄了全天下以色列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命的心，抄了人家的心，够滑稽的了啊！啊，我。全游的战友好，这个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小铁在片头把我们这个非常非常想念的七哥的声音剪到了这个片头里面。现在呢是美东时间的10月14号凌晨，非常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战友的耐心的等待。那今天呢，应该是昨天美东时间的10月13号。我是在晚上8点多钟，首先是接到了这个丙姐的电话，通知我1个小时以后郭先生会尽力给我来电话，让我准备好纸和笔。那我是在这个10月13号的晚上的9点11分收到的这个郭先生的电话，他嘱托我务必在我睡觉之前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大家。好，这个，那接下来我就开始把这个消息，尽量完整的转达给大家。首先，这是来自于郭文贵先生和新中国联邦就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给以色列的预警。该预警来自于新中国联邦的独家情报。是新中国联邦的战友用生命传递出来的情报。郭先生是于如果按照今天的时间算的话，应该是2天前获得该情报，并已经传递给了美国的相关部门。但是为了防止情报再一次的被政治化被利用，现在授权飞飞秀代表新中国联邦公开发布以下的情报。新中国联邦没有任何的政治的倾向，也没有任何的利益诉求，我们反对的是哈马斯和恐怖主义。出于人道主义，我们不愿意看到无辜的平民受到恐怖分子的杀害，我们希望以色列、巴勒斯坦、美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好，以下是情报的具体的内容。哈马斯的背后有一股政治势力，在武器、战略战术、物资等方面给予支持。哈马斯接下来的战略是，第一步要把以色列军队从地面引诱到加沙。哈马斯在加沙已经布置了大量前所未有的杀伤性武器，特别是预先埋置在地下的远程遥控式超级炸弹，会给以色列军队带来大面积的杀伤。第二步，如果以色列军队进入加沙，那么格兰高地会有大量的从未有过的新型武器射向以色列，主要是针对以色列境内的能源设施和其他的重要设施。第三步，同时从埃及方向用早已布置的超限武器敢死队等会直接杀向以色列的本土，关键的地方会使用自杀式炸弹。第四步，以色列如果遭遇这些情况会元气大伤，那么那个时候英美有可能介入战争。无论英美是否介入战争，这时的战争才刚刚开始。其后，
哈马斯会使用更新型的作战方式和更新型的武器。好，以上是郭先生希望我传递出来的这个情报。那我们再次强调，新中国联邦没有任何的政治倾向，也没有任何的利益诉求，我们反对的是哈马斯和恐怖主义。我们出于人道主义，我们不愿意看到无辜的平民受到恐怖分子的杀害。我们希望以色列、巴勒斯坦、美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感谢大家今天这个耐心的等待。那在这个今天这个消息发布的最后呢，我想向这个郭文贵先生表示我深深的感谢和无尽的这个敬意。大家都知道，这个现在他是身陷囹圄，然后人生也没有自由，又刚刚经受了一场病毒感染。此时此刻，与他去接受和传递这些消息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他已经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为这个世界的和平做了这一切事情。于他自己的喜怒哀乐、人身安全、健康都被他放在了其次。我觉得他的人生已经超脱了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我觉得他无所畏惧，非常的从容坚定。对于我来说，他是我心中唯一的英雄。感谢全球战友的这个收听和收看。那今天的直播、今天的爆料就到此结束。再次感谢他带给我们的这些消息。那希望我们能够一起为现在身处战火当中的人们祈祷。以色列和所谓的巴勒斯坦一边，我们就是不喜欢哈马斯，不喜欢恐怖分子，这是来自国会和新中国联邦战友的就是生命了解的来自世界的情报。嗯，我们担心的这种信息对整个以色列甚至巴勒斯坦人的生命太多无关的一些平民的生命，无关的重大情报，我们希望能发出一个准确及时的信息，能希望能够有用和避免这些平民被伤害。这是新中国联邦追求的梦想，这是新中国联邦希望能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美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能听到这信息，让时间来证明我们新中国联邦的情况的准确性吧。所以说由你菲菲代表新中国联邦来把这个节目做出去。生命高于一切，平民的生命安危高于一切，新中国联邦人不参与任何政治，就像不参与美国的两党政治一样，也不参与任何巴以的所有国家政治，只是不希望平民受到伤害。明白。这是2023年10月13号晚上9:25啊，我现在在 MDC， 吃了 MDC 的饭，超了全天下以色列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命的心，超了人家的心，不罚你的了啊！我。